子都来。Rest 有闻到味道吗？怒气其实是并不好的哦。先睡吗？睡到了。两段式跳跃跳回塔下，打了一个新的白转，逼出了一个闪现，他接着五项龙吟命中，直接带走。哇，这个重击 Q 可以呀、啊！哎呀，新打野一上来就秀了一波。不会来参团了、啊，刘娜是被抓到了，一个符文禁锢出手，李荣托你冲下去，一波爆发，乌迪好像有点走丢了，旁边一个戴娜一吸三，一吸三漂亮，这边的一直有大绝，但是有一个扭转直接救出全员，是救护车，哇，这个 ambulance 好猛哦，太神了，救护车，而且第那个 Kino 的那个惊人，他是刚好躲掉了精准弹幕。TP 了吗？阿志，阿志要来拯救世界，绕背。左边的接团的能力感觉上不是特别顶尖的，但来看一下这边回旋石的伤害，转了一下，结果是一个几乎空大，1500，1000，哎呀，暴龙被拿走了。阿志这个 TP 绕后踢了进来，然后来收 Unify 出攻，然后勾到的是对方的戴安娜，戴安娜一招直接打在阿拉奇脸上，但前排已经被秒掉了。后面威尔哥先行的变身，然后往敏智脸上招呼过去，敏智的阿兔冲过来，想来三那六 river 一次吸全部人，然后被牵着的是破行者的大绝，威尔哥全员收割 ，river 拿了一个 triple kill，river 的戴娜太强了啦。想往前开吗？感觉他是想往前开的，顺便留住瑞文上方照下来，金花要解，金花要解。这边金花先解掉之后 ，K 宝一个人往前冲，哇，直身往前冲，再闪现出来。小安，旁边能转火箭，但是小安在右边，这边加一名智门的伤害，小安可能要开怀表了，在空中开启了自己的怀表，躲过这波致命的威胁。往前，这边是选择拉一下阵型，利亚们选择回头，先把小图给秒掉了。现在小安一个人想要收全部，勾到了，有机会吗？勾到，小安现在努力的在收，小安被穿在空中，等等，这边想往前拍，小安被留住一刀，可以吗？没有梯子，小安吸起来了。小安这边利用自己的钩子，这样搭配着自己的扩散枪收起来了。小安，他做到了，拿了一个 triple 之后，接着是一波 ace。小安太猛了，最后这个 Q 技能一扫，收集者加 IE 的伤害全部爆表。Eris， 不然那 BYG 只要分人防守的话，其实 Eris 哦单打来了来了，被摔了一下。但是 PK 跟 Rest 两个打到一半，后面怎么有一个第三人加进来了？哎，怎么变车轮战？一个熊直接过来，闪现躲过 W 闪没中，哎，人呢？人呢？智商压制 ，TP 走了，高歌离席。哇，玩弄！哇，这什么操作？